题不用怕，花花老师有办法。Had a cold, 感冒。采用造句法，短语 had a cold 想象成 I had a cold and couldn't decide whether to go to work or not. 我感冒了，拿不定主意是否要去上班。想象成 I had a cold and couldn't decide whether to go to work or not. 我感冒了，拿不定主意是否要去上班。Slept, sleep 的过去式睡觉，采用拼音法，单词 slept 等于拼音 sl 加拼音 e 加拼音 pt。 Slept, slept， 拆分为 sl 司令， e 鹅， pt 葡萄，拆分为 SL 司令 E 鹅 PT 葡萄。想象成睡觉前司令喜欢抱着鹅吃葡萄。想象成睡觉前司令喜欢抱着鹅吃葡萄。Read, read 的过去式读，采用拼音法，单词 read 等于拼音 re 加拼音 ad。 read, read 拆分为 re 热， ad 矮的，拆分为 re 热， ad 矮的。想象成他刚才坐在发热的矮凳上读书。想象成他刚才坐在发热的矮凳上读书。Saw, see 的过去式看见，采用综合法，单词 saw 等于象形 s 加拼音 aw。Saw, S-A-W, 拆分为 S, 舌 A-W, 安慰，拆分为 S, 舌 A-W, 安慰。想象成看见蛇伤心，我过去安慰他。想象成看见蛇伤心，我过去安慰他。Last, 上一个的，刚过去的。采用拼音法，单词 last 等于拼音 la 加拼音 st。 Last, last 拆分为 la 拉， st 石头，拆分为 la 拉， st 石头。想象成上一个的人在拉着石头。想象成上一个的人在拉着石头。